回去问他，刚好就演技过来，就公司。他在台湾，他在台湾。对，马可波，所以这是马可波公司，马可波吧。所以你们算是自己自发进来的吗？对，一支大概多少？加钱三千。三千的，网络上不是要四千吗？原版的是五千，但是没有不像马可多那么好用。所以你们是自己，这个是自己做的，你们自己做，你可以自己做，它有放胶水，它有放一些胶水。所以我不晓得，原来大家都会跑来这边，因为后来人员比较多，本来我们一个月一次聚会，八个多房间聚会，然后那这个月房间聚会已经过了，下个月的还没确定时间，看就没办法一起来。玩玩这样，我们都看美丽华的那个证据底线，你去找马可多就好了。我们现在看看，因为他会提供一些他的自己的工具啊，然后大家打来打来玩这样，我们还是他有事。不过是你这把其实也是他的花多时间，时间比较难以。哈哈，毕竟是文组的，自己在那边调，像比如说做一些 CAD 的档案出来要给人家用，有点困难。那再来的话，其实只是做这个的话，大概两个月的时间。嗯，对对。包括把它送去请那台电检测，都会有。然后都可以变色吗？变色吗？变色的话要换，变色的话有 LED 要换，因为是 LED 的问题。因为不换色的话，一颗大概2块，换色的话大概10块，换色10块啊。就我。我的话没有声音了，他们的还会有声音。声音的部分的话，就还是要再去买麦克风。这个的话是用透明。透明。不要玩。不用，因为它其实里面。是为了要打球才买的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只要上网就是马可多。对，还有。所以你们是一个怎样的？对，我们是他的二团，也算子团吧，就是因为有关内所以才来打工这种。之后人越来越多，可能就会开始试着去做一些套招，也就开始他只看到一下一些招。我们是一个已经捆绑的，就是捆绑他们，是叫就是 FB 上面那个是福建的学生。那第一，穿到平上，我好，那我先带上我的东西了。然后说，谢谢你。不过你要弄好这个包裹。哦。大爆2-1，继续。助理那边拍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带一支钳子来，包在六中。刚刚我问他那个，就是买的光纤规格。他
对决光剑，我已经改了一半，就最基础嘛，就会拥有充电和那个音效场。三千零先，这一次4300，它有特别，它有特别，那个都有特别让它的那个电量加厚啊，然后把它做的结实一点啊，然后还有，因为它最近刚升级了它的音效元件，所以音效元件升级更大。然后明年的话，亮光度还是打折。就怎样的叫亮光度？明年亮度会再大一点。明年哦。对，他说明年会到一个一批新的那个台北的。今年可以自己做啊，可以下做吧，自己做。是做不出来，就是打算要花钱修才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做更详细的教学。做不出来，我花钱修才。这一样东西吧，就是灯管吧，就霓虹灯管。我们两个红色就这样了哦，各种接触不会，因为我是抓的年纪。